13课，我去图书馆借书。词语表：借、先、银行、换、然后、商店、东西、咱们、一起、关门、关、星期天、打算、购物中心、购物、中心、贵、还可以、质量、不错、正、衣服、开门、开。你好，李娟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借书，你呢？我先去银行换钱，然后去商店买东西。我也要去银行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你不去图书馆吗？没关系，图书馆不关门。中村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你打算干什么？我打算去商店买东西。是学校的商店吗？不是，购物中心。那儿的东西贵不贵？还可以，那儿的东西很多，质量也不错。我正打算买衣服呢，明天和你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咱们几点去？购物中心9点开门，咱们10点去吧。你好，李娟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借书，你呢？我先去银行换钱，然后去商店买东西。我也要去银行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你不去图书馆吗？没关系，图书馆不关门。中村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你打算干什么？我打算去商店买东西。是学校的商店吗？不是，购物中心。那儿的东西贵不贵？还可以，那儿的东西很多，质量也不错。我正打算买衣服呢，明天和你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咱们几点去？购物中心9点开门，咱们10点去吧。